它的事业的外观的话呢，远景的话看到外面的那个煞气。哇哈，跟外面的一样。我还想说，我们这边每一间房间都有窗，采光超好的，看起来好像有官帽。对，它确实有官帽跟小人探头，还有药罐煞。其实呢，这个煞气呢，都影响到它这个书房的位置，而且呢，它这个书房呢，本身又是一个阳台的外推。对，因为这边可以多做很多空间啊。对，你偷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。阳台就是一个防御力的一个虚缓煞气的空间，但是你外推出去呢，煞气直接影响到你，等于说你的身体的抵抗力、风水的抵抗力不足了。真的，因为这个官司小人的问题呢，一定会有问题。官司吗？对啊，这两年还真的有哎。哇哈，因为我就之前在旧东家卖那个保健食品，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没有，反正就是干嘛？我们是卖食品，可是呢，这个检察官觉得我们在卖的是健康食品，所以就会有一些管制。但是其实现在官司已经是完全都判无罪了，就是我们跟厂都无罪。可是因为检察官还是要上诉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定期还要再去高等法院去解释。其实最终是会判无罪，只是整个官司弄得很冗长，所以就有点烦，很烦。就是已经明明就判无罪，可是就是要一直去解释什么什么什么。而且你是在工作当中，你只是尽责的做这些。对对对，以前我们这种官司都是厂商去处理，然后刚好我那年就特别就是。少有红台播，就是那一年，就是那个检察官觉得我们做广告的平台、购物专家跟厂商也有责任，所以就变成都要一起去处理，就很麻烦。真的是蛮辛苦的，而且很心烦哦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书房因为你已经设定是你们在办公的地方了，如果是小孩的书房的话呢，又有这些煞气的话，会影响什么？小孩在学校人际关系哦，因为官非嘛，所以可能比较容易遭受到霸凌啊等等的一些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因为要看这个空间是谁来使用的，老公啊，对，老公。是老公，因为老公呢，其实本身自己有一些状况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夫妻之间来讲，尤其又睡这个地方啊，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还是要让他回归你的卧房会更好。真不懂是你们家为什么要那么多？因为我是比狂，我非常爱比，真的。对，就全世界各地那种乐园我都要去，然后我有大概400-500只比，对，就只要是那种可爱的，然后有造型的，都一排啊，而且只要收集都要收集龟苏哎，对，就很爱比。但是自己字写的很丑了，因为我每次笔都超难写的。可能你是像了一个女子的心态，自己不好买。对对对，就买多一点笔，看会字好看一点。有可能是收藏，应该不会影响到风水吧？是不会，但是太杂乱了吧？其实这可以。会吗？很可爱啊，老师。没有，他在各式各样的笔筒。我还好，只是收藏笔啦。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收集？就好看呢、啊。就是有时候你说你穿巴厘岛风的衣服，然后你去跟厂商，然后你跟厂商开会，然后这样写字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就觉得自己很像梦幻仙女走出来的。你再出去的时候可以稍微挡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不是就鸡毛掸子了吗？好啊，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在这里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这只是很弹簧狗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 Toy Story 里面的，而且你当你自己看那个洞洞，它里面还有小电影可以看。小电影，对，然后你这样画，它会画一直画剧照。你在这里看着干嘛？有没有看？哎，没有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的，大家干嘛？你是你会有这种东西，大家有没有看？有没有 Toy Story 里面的剧照？你写他一下，很可爱。今天看完这集，大家就想买这支笔了。可爱的。很多地方，他找的最后为什么在最近就是这边？他为了就是粉丝，哎，那你要注意他的视力哦。对，我们家视力都不太好。有啊，你说正正啊，他这所以导致说不要放床。如果是客房的话，你放掉床就无所谓。那老师，我已经放了，怎么破解？怎么办？因为我刚讲客房就无所谓，因为不会有人睡嘛。就主要就是要把你老公回归到好了，让他回来，好了。所以其实这边怎么放都无所谓，现在就是要指导王龙去看他的主播。对，是，就是他们夫妻影响最大问题。好吧。老公回房间睡，虽然不会受到床位煞气的影响，但书房的外煞不解决，夫妻两人的事业运还是会一塌涂地。而面对复合型的外煞，只要挂山海阵或是九宫八卦镜，就能够解决喽。来，这里是我的卧室，好乡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睡在这边好幸福哦，好像每天都在度假的感觉。而且你看，哇，怎么了？很大面啊，照得很清楚。对，真的，门都照清楚，没错，不行吗？太完美的煞气了，真假的？对。
因为它这个就是梳妆台很标准的背门，对，就是扮小人啊，所以不可以背门哦，当然不可以啦，所以我要移到那边去才对。梳妆台就是女人藏私房钱的地方，女人美丽的舞台，你的美丽的舞台呢背了一个门，然后呢镜子又把你这个房间门照得这么的完整，然后呢你的房间门又跟对面的书房又门对门，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三门通，然后又背门嘛，所以钱财就一入空了。就有在偷我钱是不是？有你自己接自己的钱，一直在打钱，打钱对，所以呢很可惜啊。对，是怎样啊？没有，后面有个厕所。对啊，老师又有一个镜子，不行吗？厕所可以不要有镜子吗？房间里面有大的镜道门呢。对，就是完美的煞气啊。所以就是镜子里面不能看到门就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要，因为你的镜子已经照门了。对，其实从镜子大家会看到很多东西啊。对啊，因为你的镜子已经照到这个门就不对了。然后你这浴室呢又在门的后面，门后有门就是浴室，也是扮小人嘛。对啊，你这一生的小人真的太多了，我人生小人也太多了吧？你背了蛮多的冤亲债主。是。然后，所以他的卧房呢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没有啊，这个地方这边对，鬼龙小皮，是这样太歪的吗？浴室啊，对，这个地方，所以他门打到这里，然后可是我现在看起来蛮方正的啊，他这边不是有还有一个凹，对，叫吧，哦，因为我有多一个更衣间，对，还有更衣间，有个隐藏的更衣间，所以呢，你看他的那个浴室啊，是不是开门就照到镜子，对，镜照门嘛，然后他浴室又冲到他的床，床的位置。所以他冲到床的是脚的位置跟妇科的地方哦，所以呢脚跟妇科的疾病要特别留意哦。脚，我明年脚要开刀，说脚刚好开刀，我脚因为我有严重的拇指外翻，大家看一下吗？很恶心，多严重？极严重，因为我在等那个许诺君，就是从小我现在穿高跟鞋穿久，然后脚就红了。哎呀，对啊，而且我的食指跟大拇指就几乎要粘在一起了。啊，一般的人脚不是都可以这样合吗？啊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开一个大洞啊。然后你看我穿一下这边就红了，所以我明年要脚要开。很多鞋子都不能穿哎，就只能穿，对，我要穿鞋很大的。我袜子穿反嘞，我要穿鞋。没有，你看我就是正常的脚啊，对啊，可是你看我脚会开开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而且我这个家人是这样，而且我这无法矫正，医生说它只会越来越细，那个会越来越严重，对啊，而且你穿什么鞋子脚都痛，所以我常常把鞋子穿坏。啊，那你开刀不是要休息？就大概一个多月啦，一个多月不能走，一个多月不能去瑞士哎。我可以被推，我可以被推着轮椅去北海道之类的。轮椅，从山坡上给他推下去，北海石门那边逛一逛就好。因为你开刀那么可怜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如果没有好好处理风水问题的话呢，不仅是脚开刀，住久的话还有其他部位也会开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问题是因为来自于厕所照这个床的位置嘛，而且是正下半部脚的位置。好，那此外呢，我们从外面看出去的煞气呢，更是厉害。哇，为什么？外面好多桥哦。对啊。而且这样一望无际啊，那个你知道，一望无际，就是采光很好。其实这里呢，其实这里的交通啊，地利环境很好，车水马龙嘛。但是呢，你看到这个马路来讲的话，它一个道路呢，刚好是一个反攻。对。反攻呢，刚好在这个房间的位置。哦，对，它这样子一个弯角。就是血光的问题啦。啊。哦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开刀房哦。那怎么挡？怎么挡？那你可以借给医生开刀啊。做诊所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真的，如果自己做诊所是不是很好？很想来做一下。这边做直刀的、医美的一定会赚。哎呦。因为刚好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它不仅是反攻的位置，还有这个地方入墙有没有？对，形成是一个拦腰煞。拦腰什么意思？它需要这个床刚好冲击到它的腰部的位置。还好它楼层高，但是楼层越低呢，影响越大。但是呢，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？还是有影响。那影响到什么呢？你的腰部啊、脊椎的问题比较容易受伤。啊，常常腰酸背痛，因为我的腰酸背痛是因为我的脚就是痛啊，所以它会一路酸上来。因为我就是拇指外翻的关系，我就算不走路都会觉得酸酸的，对，脚很僵，因为脚不平均，对，脚痛。真的，这个地方呢，风水要改一下。那要怎么挡？怎么老师要怎么化解？好像这种问题来讲的话，我们就外面呢可以放个八卦镜或山海镇，在外面放外面，对，或者九宫八卦镜都可以把它做的化解。好，放外面就不会影响我室内的装潢。对啊，那 OK， 那简单化解。然后呢，因为你这个地方呢会影响到你健康嘛，所以梳妆台呢要先把它移到这个位置，明财位的位置。明财位。对啊，很可惜。哎，其实可以移，因为搞不好移了我的那个化妆的那个采光会更好，会更好。对，会啊。要换位置，对，而且不会漏财。然后这个柜子要换哪？这个柜子哪一柜？这个柜子啊，
柜子，因为他说他才放过来，他这个柜子就要拿走啊，对，就拿走，或者换小一点的，对，一定要有取舍啦。重点是你的厕所要盖一个门帘，过膝的，把这个进灶门的问题化解之外呢，还有厕所冲床的问题。嗯，像今天让人一整天说他很炫富，那是开玩笑的。没，对，就开玩笑。对啊，他真的是很爱花钱的。好像也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意思。没有，但我觉得重点是他花得很开心，就是说他很沉溺在这一种感觉。是，我觉得这样。我觉得他个性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他穷也是穷开心。是啊。有钱也是很开心。对。其实是蛮乐观的啦。是。对啊。个性这样。就是开心，不管还是有钱。